对，啊，跳起。来到今天讲了精彩哦，听啊，那是来中昼爱困时间拢无人去困咯。有啊，我都还做啦，拢叫讲了了。你来讲有两个查甫人，啊，两个在咧存家居啦，吼，啊，那家居存得查甫吼，啊，两个太太拢行拢来，啊，都当面来。哦，恁两个在讲啥？哦，讲啊欢喜，在讲啥？啊，即摆一个太太一个问吼，啊，两个都做兄弟啦，吼，啊，这家的吼，家的太太，啊，就问先生讲，啊，恁是在讲啥？讲啊，在欢喜咧？讲无啦，我在咧讲，啊，咱厝里吼，啊，什么大代志是食咧管理，小代志是食咧管理啦，吼，啊，这个太太讲，啊，伊安怎讲？伊安怎讲？吼，讲无啦，我。管咱兜着大代志拢嘛，我咧管理，哦，啊小代志才互你管理，啊，但是咱兜着情况上，蛮发生大代志。啊，即摆即个一个太太吼，我来问伊先生啦，讲啊你咧，啊你安怎讲？啊，即个先生吼，伊讲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讲，讲大代志拢我咧管理，啊小代志拢嘛互你管理，啊但是吼，即人代志是大代志，啊小代志吼，是你咧决定啦，你啦。来吼，啊，牛脚拢收罗出来吼，啊，拄只咱个酒店吼，准备个真好，啊，讲啊，遮精彩吼，啊，所以拄只我咧个讲，我要收啊大代志，拢讲了了，啊，我即摆来讲小代志啊。啊，介绍先说啦吼，介绍介绍，这个资料吼，啊是拄好，啊，阮酒店有一个足优秀个少年人，啊，佫足认真个吼，啊，等下我会佫特别介绍吼。啊，这是替我讲的吼，啊，实在拄头啊讲，接着讲要做酒店吼，真正唔知要怎做吼。啊，即摆我拢想讲，咱即摆上该要紧，我们现在碰到了瓶颈吼，就是讲咱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是中央已经通过啊，吼，啊，即个单州赶紧用来租咯，用来租，大哥，啊，甲即个参议会赶紧租起来，啊，若租起来了，啊，咱就会当宣布讲，啊，伫各州咧发行即个台湾公民。台湾公民身份证，若准讲真正发行，刚刚讲是讲，只要来过，只要参与会拢组织好势，啊，正式开会，啊，通过，正式通过，啊，通过了，咱报中央，中央报比如国务院，然后咱各州就开始发行这个，台湾公民身份证，发行，我们的瓶颈就马上突破了，咱就来弄过啊，哦，我时阵。来讲八字了哦，啊，确实证明讲是真正有路，有照咱讲的迄个路用，迄是得会使使用吼。可能咱就无用啦，会做无用吼。啊，然后我相信，达到迄个程度，咱要去招人来参加咱的团队，迄拢总变作毋是问题啦。因为即摆大家咧交易都拢是真个假的，那有遐好个吼，大概拢是安尼吼，富裕的平民大概拢安尼吼。所以这个瓶颈咱来弄好个吼，大概咱就跨出一大步吼。啊，所以虽然讲即摆找人真难看吼，我嘛找得真难看吼。啊，就安尼，之前听讲，你唔通看我咧呢？我逐日拢在帮吼。啊，即我三日就一篇文章，三日一篇文章咧吼。我讲是啊，你三日一篇文章，我一礼拜咪讲三日，讲到拢收声咯。一人少人拢足认真咧讲吼，啊，嘛确实人了解。啊，即个瓶颈吼，是咱干事情的即款状况吼，简单讲就讲，咱即摆无用无钱嘛。哦，啊，就是一个斗菜都拼吼，啊，拼就是通过哦，迄个坦荡荡的迄个康庄大道就走出来吼。这是比较简单的统计啦吼，啊，就是讲啊，阮这个台南区内底，啊，有台南大台南地区，啊，有嘉义县市吼，啊，有林关，拢总迄个人口的统计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第一个吼是拢总加起来。啊，第二些查甫甲查某分开，啊加起来就头前这总数吼，啊贵乡镇哦就是遮啦吼，因为这个行政区吼，目前还佫叫哦，刚才你来说讲流亡中华台北分区的名称吼，暂时要用伊的行政区做参考哦，以后咱有甚物改变哦，我想咱大家真要真用心哦，啊即个我还佫加油吼，啊大概就是这个三十六、二十、拢总共计七十六，
这个七十六就是以后台南州参议会的参议员的数字啦。啊，这个有七十六个人，啊，然后咱的内阁爱找三十个人，所以爱找一百零六个人哦。啊，我是做完台的人哦，你来看哦，总数偌济呢？总数341,097,000哦。我煞找无一百零迄个一百零六个人吼，所以爱搁加油吼。我想吼，我家先吼来介绍今仔日啊台南州来遮的朋友吼，有个人捌来过吼，啊有个人第一摆来吼，啊我先介绍第一个连续三摆拢参加。第一摆演习会，第二摆演习会，第三摆演习会，啊，即摆第三摆演习会吼，太太也抓来，阿囡也抓来，来，林德明先生，林先生吼，大家报告。这是阮台南州吼，也是嘉义县的永久吼，非常认真吼，啊，是即摆我伫嘉义县内底、嘉义市内底，即摆来有甚物款说明会，还是讲甚物款演讲会吼，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吼。啊，过来后壁注意，后壁注意，过来，过来，就是江律师来，江律师，都后壁去看吼，江俊斌律师吼，伊是伫台南市，啊，伊是我以前建国党诶老同事啦吼，啊，阮两个嘛咧建国安尼舞一波吼，啊，舞到尾嘛无安尼不打不亲吼，啊，所以后来。啊，智性的理论，啊，甲智性这个实际，我咧行，会真正阮了解了吼，我再来招来，迄个，即摆，即个民政府开始要成立吼，啊，咱先打算，所以即摆当地咱咧重要的参议员吼，啊，过来，哦，后边注意，江，你嘛先江吼，江三元先生，我再叫下啦，伊甲讲吼。我想了哦，我做会记的啦。啊，但是我还要去车头，要去学中文的哦。看人家载我落来，哦，结果我落来载哦。所以我早起四点起来哦，啊，站下12点困，啊，困未起，啊，四点起来，啊，补到去跟人家5点，啊，再来到遮三。所以我头拄啊真实的，我头拉有一节课哦，后早起上底困，哦，真足忝的哦。啊，张三元先生哦，伊是一个画家、画家。咱拄只迄个电视台先咧早起咧介绍时吼，后日讲啊在做幼稚当初咧，吼、哦、啊就是做迄个迄个南华是吧？嘿，南华外语吼两个关做伙吼，啊就当初咧吼，啊以前咱反正做咧叫人乖啦。伊讲其实我伊家己咧甲我讲哦，讲我个性格我嘛唔知讲到底我咧是太向判刑一单，啊佫判较足足个咧吼。伊是去甲蒋介石阮。阮迄个家有一个功能吼，啊，都，毋是，迄个，阮拢叫臭豆仔功能吼，啊，都是臭豆仔吼，臭豆仔功，啊，伊同乡吼，伊甲订满衫啦，吼，甲最近甲订满衫吼，啊，若当年我无甲你啊，毋是讲当时甲你啊，啊，佫一件代志，家己市，哦，咱知讲市内底有真济人牺牲吼，啊，家己市的。全台湾第一座纪念碑吼，就是张三元先生设计，所以恁有若有去嘉义吼，啊，若看到哦，即款已经历史的物件吼，第一个在全台湾突破阿拉巴禁区吼，啊，第一个设计，所以家己问他讲，就是我设计这个，啊，家己家地磨砂都叫袂过，大家发发一下，三互相鼓励吼，好啦，啊，这两位。这是过去的吼，这过去的，啊，另外这淡水的吼，是新港，啊，新港去的时候，因叫我去，啊，打电话在讲，我说联络好是我去吼，那你几个人去差两三单啊啦？你这单公务先生吼，单公务先生，啊，单公务先生厝吼，两间德国做德国嘛吼，我咱这边之前讲上，我嘛是德国啦吼。超级大嘞哦！迄个美国军政府军事店咧吼，啊，甲咱个军政府部嘛吼，两支差价差出多，我去看是足感动个哦，讲啊，但是哦，即款同事真好吼，啊，拢袂晓去挖掘吼，我想咱将来会不会会更加侪人出来吼？来，啊，过来，你只去，哦，过来，
来，这个主角起来了，富平来。哦，富平哈、哦，这个什么理由我唔知哈、哦。博士读甲差一点啊，哦，阿尾有啥物理由无继续读我唔知哦。啊，但是我知伊个事哦，我知哦，啊，新娘一个这个囡仔，啊，弟弟要提来，我就看，哦，什么经历，哦，学术，我明白嘛吼。我定咧甲。你甲朋友讲哦，讲你若签迄个表格哦，伊一定爱较认真嘞。哦，咱设计表格，每一个行业拢总有伊个意思。哦，啊，咱大部分人拢足清楚啊。当这个人，啊，你甲看你安怎，感觉安怎，你要甲推荐做啥？你看讲，啊，你甲写啊较清楚，啊，伊毋捌伊，啊，敢若要凭一张表要来了解你这个人，啊，无定金哪会使吼？啊，但这个副，迄个杨副平吼，伊，你，伊迄张申请表写非常清楚，哦，伊来龙去脉，伊经历，伊学历，伊理念，哦，写啊足清楚，我一看足感动，我甲较紧就交倒来吼，对家己啊紧到，啊拜吼，哇！所以咱真毋茫讲有即款个精神主动，啊佫真正有实行力吼。啊，所以后摆吼，像即摆少年，咱大家拢来加油一下吼。好来，看完这位戴俊腾先生吼，哎，这个少年。戴俊腾先生我还佫无足熟悉吼，啊，但是伊敲电话甲我讲，讲伊现在话啊领导人吼，啊是讲要参加即摆演习会。哦，啊，当当然，安尼你一个，啊，你是要哪去吼？啊，要去啊，所在啥，侬爱电脑好势，电脑好势吼。啊，后来伊咧简单咧甲我讲是电脑吼，电脑吼。结果吼，伊网络顶管吼，迄个已经几单啊？两单外吼，啊，两单外毋是安尼吼，伊对所有网络内有关民政的代志吼，还是讲迄个。民政的消息也是有关台湾的顶顶的代志，伊拢甲做，迄是电话网页也是部落的，拢有嘛吼。所以你若爱联系嘛拢有吼，所以你若讲甲点进吼，爱伊迄个，原来算是一个账号是无？连接啦吼，一个连接吼，甲点进吼，你会看到伊伫迄个网络上顶面发表物件足济吼。当时也是无名，到处接触啦，即个好在台上来报告一下。啊，过来这位，来，哦，看你就知你足性格吼。啊，即嘛长期为台湾真拍拼吼。啊，顶回演习会就参加，啊，即摆伊参加，佫招一个新兵来吼。这新兵等下再拜托介绍吼，也是两夫兄吼，两夫吼。对啦，迄个。啊，我是拢有大家有安排，迄个时间，你大家拢上班上班。啊，你下课时间五分钟、十分钟嘛袂可能，我了一个脚踏车十五分钟。啊！你来当，比如讲轮流，还是讲坐边啊？下当是方便你啊，不下当会叫影响不了。来，今仔听听。如果若是讲下当安排讲哦，因为我是安尼啦，我功夫拢放伫车底，拢传好势。啊，我嘛去参加过真侪团体，啊，甚至到我台湾嘛走去做，在屏东嘛走去做安尼，哦，就只要讲啊，迄个人啊，无气人啊，愿意让咱去啊。伊有人要我抓他，啊，当然一个两个都无意思嘛，对无咯？啊，比如讲你有一个康秀辉，啊，抓了一定会杜姑嘛，啊，杜姑是平常的代志，但是我抓了伊讲吼，好，总是着随好起来咧，啊，所以有个人讲啊，是我讲了可好？不一定是安尼啦，不一定啦吼，当然嘛有可能啊，但是因为真侪人，我着是，因为精神疲劳，还是讲伊个身体无好，叫什么意思？迄个太累啦，真正是伊个啊。
是讲大体上我统计来用到80%以上，大家拢讲认为袂歹安尼啦。啊，我今仔拢一直伫咧宣传台湾用文化。啊，当然这项这超过咱民政府的迄个，迄是以后的，也叫嘛是，也是有这行条路啦，啊无差啦。啊，希望大家，当然啦，后摆我嘛，即个来我本正是迄、那个。我是台湾出头家来，啊！伊讲啊，无人陪我，陪伊来，我伊就无要来，我只好就不来啊。啊，我嘛有传来要甲大家掠，但是看嘛，大家拢足认真咧上课啊。啊，我嘛袂当讲在要共掠啊，大家在咧影响着迄个江苏的迄个生意，还嘛无好啊，所以我袂当袂要紧啦。啊，这个我只啊普通时拢伫有这个事业的，啊，我伫迄个什么，伫迄个迄个什么。你也是无名小站嘛，无名小站我嘛看讲我掠卡的迄个消息，不过因为咱较无名嘛，啊所以去看到的人无几个。我报名嘛，问题是要什么时阵啊？不要紧啊，就是两姑娘吼。啊，这就是的，这就是带进城，带进城的王爷吼。啊！伊听拢讲甲做煞，即种拢之前咧讲吼，有关的物件甲做足济吼，这是带进台前的环境吼。咱即摆要办可能较无法度啦吼，以后会吼，好来。啊，其实吼，两个领毋是迄个吼，最近伊用掠卡的方式吼，啊，你记者同我同款，我做几个生吼，你记者倒到遮取我笔位吼，啊，你拢袂认同啊，吼。啊，然后吼，我就讲吼，你若我试看看吼，你若唔甘愿吼，后摆人若问你讲，啊，世间啥物代志上无公平？你若讲叫何律师看试看，现状。是啊，比较早起我未使讲话呢，啊，伊家己嘛是都往咧直讲直讲咧吼。啊，所以两位兄吼，会利用掠卡的机会吼，尽情咧讲这台湾这个上大理想吼，咱家己国家吼。所以是一个那种传道书的精神吼，啊用耶稣的精神讲，替人三洗脚，啊咱两面替人掠脚吼，啊吼，互咱身体较健康。啊，其实伊长期早期当中，伊个教书人员内底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今次你讲出道几年？啊，对啊，我出道几年啊？你介绍，我又唔知伊名咧吼，啊，即后摆都翻台南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叫蔡玛丽吼 ，Mary 吼，啊，歹势吼，我是迄个大圣电视台，啊，我是迄个台南高工退休的老师啦，啊，我是感觉长期以来吼，我慢慢啊，就是算是讲咱慢慢了解讲咱，伫这个土地啊大汉嘛吼，啊，一定爱饮水思源。啊，对台湾，咱就渐渐一定会了解咱徛伫这个土地应该做的什么代志。啊，所以讲哦，然后啊，即种时间上会当拄好，我拢会当参加吼。啊，我是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是迄、那个时代体育系研究所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家己本身。经营是，我拢我有考过四个裁判吼，田径、羽球、篮球、甲手球。啊，我迄个田径含迄个亚克赛夫吼，阮两个是迄个国家 A 级啊吼。啊，羽球我国家 A 级啊，我拢一直我拢持续我拢有咧做裁判。啊，大专呐吼，哦，即个大专甲全国迄个羽球我拢有去参加。啊，即、这个我是因为我是一个迄、那个算得较幼稚一点，啊，希望大家吼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咱的人才真正真济吼，深藏不露，啊，其实真有一个人真济吼。啊，我当时我就是家己在观察，啊，家己嘛有感想吼，讲这体育足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囡仔到尾对细汉啊，当去参加一个体育的运动吼，得学啥物？哦，因为当然这个吼，每一个运动的特性啊，是讲技术哦，讲技能，这当然是一个真好的训练。但是更加重要吼，
就是对运动来学手技啦。哦，咱像咱咧看棒球，哦，迄个裁判又好，我足权威吼，啊，画个足大声吼。裁判咧裁判球员吼，观众咧裁判，哎，你即个看唔着，你边看唔着，迄就是学手技啦。啊，然后这个每一个运动拢有一个规矩，你若唔照咧算未起来啊。哦，你这个拗，安尼就是拗的，你干那个从人直接去，哦，是要哪去算无法度嘛吼。所以刚刚我是讲，咱的囡仔要栽培、培养伊有一个基本的手法的精神，就是对细汉长期参加运动，这比较强调你要守规矩，你要做好，你要遵守嘛，遵守嘛，我相信加足好个吼。后摆这人自然迄个是非，还是讲迄个判断吼，还是讲守规矩的精神，拢是长期参加运动所培养出来。即咱看较真清楚吼，咱看美国伊啦，对细汉就一直咧参加运动，你都唔免特别叫伊讲你安怎收回去，你安怎都唔免。啊，中国是坐伫个叫你着安怎，结果无人咧收回去，因为唔知影讲迄个规矩的重要。所以规个社会、规个国家甚至规个世界，拢总是有规矩，啊，无收规矩，我们真的玩不起来。所以今仔咱嘛是用规矩咧参美国股，用规矩咧参中国股吼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对囡仔细个培养吼，伊体育方面哦非常重要吼、哦。来，过来就是我当年的好朋友啦吼，来，好，福良啦吼，张先生吼，伊尾下佫甲我联络着吼，结果伊对志兴的论述哦，比我注意较。志兴伫高雄咧选市长时，伊就走去高雄甲伊见面过咯，啊，我来做一个建议哦。哎，最近因为身体小可状况过，所以即马福建也是个真好势吼。啊，其实伊是一个真成功的企业家吼。你看安尼吼，伊去英国，啊，英国人设厂，吼，规个设计、规个机器安置，伊拢应该照着。所以你看安尼吼，其实是真成功的企业家咧，大家拍拍一下。谢谢。所以用安尼拖眉啦吼，安尼时间较怪怪吼。啊，所以我先讲小事啊。后来，啊，佫有一位今仔头啊讲要来吼，啊无来，我会看伊来吼。啊，这个人真新鲜吼，来顾平迄个影片。黄玉红先生影片吼，啊，这位就是咱看影片就知啥物啦。欢迎嘛，欢迎我！谢谢。喂，哦，对吧？我是看你得了获奖的哈，啊，就是讲你得奖我放，这是第二张，第二张，还再买菜。我放好下来。哦，人家讲好，人家要吼。来，放吧。
听无？这太扯了吼！一定要讲有新闻的摄影的结束讲吼。那个记者吼，那个记者刚翕到这张相吼，啊，摕去参加那个新闻摄影的比赛，啊，去让人颁奖。哦，你就讲迄个特别杰出奖啊！啊，你这记者将这张相片的名吼，刚好是太扯了，哦，太扯了，这相关的啦吼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个这，然后讲呐，这张相片拿出来，我看下大家拍马赛克哦。所以今天我够虚伪的啦，虚伪到这个款哦。哎，高姐啊！就拍卖啦，就条咧拍卖嘿。啊，听讲买啊，迄顶车哦，就这个林国庆啊，摕起来这个某年的这个车，拍卖5000块啦。啊，后来个后续的消息就是讲，这个小英中奖的吼，啊买啊。未来黄永田在做市议员的选举的时候，爱在用音响甲印到伊面面顶边，啊，笑伊讲甲过家长会办啊，啊，媒体就甲访问哦，伊讲，我要甲国家互伊关公几多路用咧啦，啊，想当时面面伊音响，迄个是公开，也毋是啥秘密咧，免咱人国家互伊无几多。伊讲，伊做议员，伊分一张就一个做，分两张两个做，伊分一万张一万个做，我要国家去。是都是吼，你啦吼。可是见我无看吼，就是黄永田先生吼，啊，听讲伊原来愿意参加咱个团队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已经渐渐咱个头部咧打吼，啊，真侪人过去啊，对咱有了解的人，其实拢渐渐有咧，咱拢有咧发掘出来吼。啊，当然明仔载吼，明仔载咱个一个讲员，一个讲师，就是陈东山先生吼，啊嘛在那边咧。哦，啊，伊演讲的题目我看吼，写讲台湾要讲两点钟的，哦，我想一定是真丰富的题材吼，啊，唔知有迄个真劲爆的迄个资料，还是讲迄个伊管理啊做什么款表明哦，比如讲参加咱个团队的啥物，我唔知吼，当然足欢迎的吼，啊，若紧吼，可能台南市长先生，我一定要的。哦，伊来敬哦，敬参加海团队哦，但是只有咱来做好。哦，安尼大家吼，我讲较轻松咧，我讲小事多吼。啊，其实阮伫家己吼，也是讲台南嘛，还费真侪东西吼。我今日一个吼，啊，甲各位介绍，啊，拢五万公家以后拢接到咱尽量来干部，啊，大家做伙为着台湾民主拍拼，多谢大家。先生，哦，这样子讲的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是开店的，嗯，因为这我是，迄阵啊，咱用，我那天使在打吼，啊是写，到我办吼，赈灾吼，啊因为我看迄五十多张吼，啊佫写这地址吼，去打去可能较麻烦，所以哎。我来印一张这个军政府、美国军政府的这个贴纸吼，啊，大概大小像这样吼。我拄头啊，这几号摕来我看，做出来说，哇，那变这大个，那这高腰的嘛袂使吼，要到了车顶看个都袂。哦，啊，所以我甲印一千张吼，这咧算两张吼，一千张，这个头家一张大概算8角，一张8块。啊，所以我是讲8块买袂歹势吼，如果咱投2-3块就麻烦吼。我想一张做10块卖啦吼，啊，所以这张安尼就10块啦。啊，你若买5张就是100块啦。啊，你若一摆买5张吼，足好算个啦，100块拄啊免走吼。啊，咱所卖钱吼，啊，捐予中央，吼，因免知讲中央另外足拍拼吼。啊，因着这嘛真忝吼。啊，所以拄只我伫个楼骹有人甲我买2包吼，我已经交咱一家会计。啊！所以咱即摆甲我讲，需要人恁等下要食，还是要下骹甲小姐买一下吼？好，坐下。谢谢。今日
太对。